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阿拉善英雄会的入场门口，如果你没有车贴是不允许进入的啊。这里边是办理车贴的地方，190，有没有倒吸一口凉气的感受？但是不说190有点高了吧，你可以收，毕竟有水有电的这些费用，但分两个本身都分流了，你再收的太多了。车贴啊，听游客中心喊啊，办车贴，办车贴，不管你是封天还是霸道啊，没车贴你得上停车场去办去啊。拐进去的都是没车贴的，你看这有车贴的啊就能往前走了，有车贴就放行了。吐槽一下阿拉善啊，都分两个会场了啊，人都已经这么少了，哎，这么多的门票，花钱你心疼吗？没有门票就搁这等着，跟你的小车车在这等着。我跟炸家炮搁这等了半小时了，没车贴，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车贴，我们现在就贴上。有身份了，咱们就现在可以进去了啊！慢走，拜拜。